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真正修行不是求神通，更不是修来世，而是在明白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以及在自利中不忘利益众生。修行佛法的时，观察自己的心，努力去修行善业，断除恶业。咱修禅定的时，并不是要求得到一个新的物件，而是会当悟到本来的面目。咱每一天都越来越接近死亡，因此咱在死亡之前要做好两种准备：死的时不惊吓的信心，死了后不对着三恶道的羞耻。修好佛法的人，袂当常常是看到别人的过失。佛法毋是观察别人的工具，而是反省家己的行。快乐的根源并不是外在，而是在内心。因此，咱爱在心里底落功夫，找出永恒的快乐。大部分的佛弟子虽然具备对佛法的虔诚和信心，但是师兄弟彼此之间欠缺和谐，三昧也界无清净，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
咱非常有福报，得到圆满的人生，应该利用珍贵的人生，实实在在行自利利他。想要利益众生的人，首先要好好啊地做人，才会当活泼自利利他。因此，佛祖应该有开阔的心胸，绝对袂当因为小代志就发脾气，或者是排斥别人。发菩提心，并不是开始行善利益。什么代志无人做，咱就去做；什么代志无人管，咱就去管。这拢是一点点仔的菩提心。修行就在两个字，是修。第一就是信愿行，第二就是文殊修，第三就是戒定慧。修行爱会记得这三根本戒：身三、口四、意三之业、十善戒。每一天透早起来爱念三根本戒。经常想到，我何必爱犯戒呢？一提起这个正念，你就把这个戒给坚守下去啊。修行就是修如何断了三根本业。暗时要睡之前，家己拢爱检查一下，今仔日做唔对啊，爱发愿，明仔唔通搁再犯。做啊，就爱忏悔，忏悔才会当得清净。
要安怎忏悔呢？赞察经讲，欲修忏悔法者，当住静处，随力所能，庄严一切，来知佛事及安经法。来当到寺院做忏悔法上好，那袂当就家己安置一个佛堂。关于修法内容，地藏大师在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》一文中，安立十法来成就忏悔法门。一，平信因果，忏悔原理依依因果论，所以成亲信因果。二，心动报为，报为是明白恶果的可怖，就会升起忏悔决心。三，深起惭愧，为报是对外在现象的结果升起忏悔。惭是惭愧，愧是愧他，惭愧是对内心发起忏悔。四，求灭罪方法。灭罪方法是先了解并且亲身执十法，会当净除自心的罪业，搁再以所犯的罪来忏悔。